중국어 뉴스 인강 screenjunggo.com의 예전 강의를 하나씩 올리고 있습니다. 오늘은 한국인의 커피 중독이라는 뉴스인데요. 원본을 두번 보시고 어법과 해석을 본 후에 자막 있는 영상으로 두번 보시고 주요 문장 다섯 개를 외우기 버전으로 올려놓았습니다. 듣기를 연습하실 분은 정상 속도로 많이 들으시고 말하기를 연습하고 싶으신 분은 0.75배속으로 큰 소리로 따라해 보시면 좋겠습니다. 韩国国内最大的就业网站最新的调查显示，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白领如此依赖咖啡呢，主要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业绩压力导致的。在韩国呢，准点下班的人很少，一般职员呢都得看上司的眼色，领导不下班呢，下属呢也不敢先走。同时呢，和其他国家相比，韩国企业加班现象较为严重，公司内部呢竞争也比较大，所以要想保持一天的状态呢，这些职员不得不依赖咖啡。另外呢，同事之间聚在一起喝咖啡呢，是韩国白领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在韩国呢，办公楼聚集的地方呢，经常会看到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一群人聚集在楼下呢，边喝着咖啡边抽着烟聊天的情景。这也是多年来韩国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职场文化。一提到韩国呢，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起泡菜。不过呢，根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韩国人每周消费频率最高的不是白菜，而是咖啡。除了咖啡呢，韩国白领对网络的上瘾程度也比较高。韩国白领们呢，通过社交网络、搜索和游戏等方式呢，缓解工作压力，同时呢，解除孤独感。而过长的上网时间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副作用，比如业务集中力下降、体力和免疫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以及性格变得敏感等，就是它典型的症状。韩国国内最大的就业网站最新的调查显示，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白领如此依赖咖啡呢，主要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业绩压力导致的。在韩国呢，准点下班的人很少，一般职员呢都得看上司的眼色，领导不下班呢，下属呢也不敢先走。同时呢，和其他国家相比，韩国企业加班现象较为严重，公司内部呢竞争也比较大，所以要想保持一天的状态呢，这些职员不得不依赖咖啡。另外呢，同事之间聚在一起喝咖啡呢，是韩国白领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在韩国呢，办公楼聚集的地方呢，经常会看到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一群人聚集在楼下呢，边喝着咖啡边抽着烟聊天的情景。这也是多年来韩国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职场文化。一提到韩国呢，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起泡菜。不过呢，根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韩国人每周消费频率最高的不是白菜，而是咖啡。除了咖啡呢，韩国白领对网络的上瘾程度也比较高。韩国白领们呢，通过社交网络、搜索和游戏等方式呢，缓解工作压力，同时呢，解除孤独感。而过长的上网时间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副作用，比如业务集中力下降、体力和免疫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以及性格变得敏感等，就是它典型的症状。장문부터보고가도록하겠습니다여러번나온거였었죠한국국내최대취업사이트의최신조사는이하의사실을보여주고있다라고할때앞에나오는주어가调查、结果、数据、报告、조사、결과、수치、데이터、보고서이런말들이나온다면뒤에내용나오기전에显示、表明이런말들이나온다고했습니다종종表示쓰시는분이있는데表示는说의다른말인걸기억하시고요매일평균 3.2 잔의커피를마신다에서평균과매天은순서바꿔도상관없습니다매天평균喝평균매天喝상관없는데평균하고숫자가바로붙을때는요동사가없을때는괜찮은데동사가있을때는평균이동사앞으로밀립니다왜냐하면이게부사기때문에요그래서喝라는동사가없을경우에는
平均一天 3.2 杯바로붙을수있는데요허가있으면허앞쪽으로나가줘야됩니다平均每天喝 3.2 杯오늘장문하실때每天喝平均 3.2 杯한국어순서그대로지요평균 3.2 잔을마신다이렇게하신분이꽤있었는데동사가있을경우는동사랑자리를바꿔주셔야되겠습니다커피를마시는게중독이되었다중독되다上瘾成瘾인데요보시면아시겠지만인이오르다인이되다이렇게동사목적어구조입니다그래서오늘장문하실때上瘾喝咖啡이렇게하신분이많았는데중독도그렇고물론중독는여기에쓰는말은아닌데요중독도그렇고上瘾도그렇고동사목적어구조이기때문에뒤에목적어를받지않습니다왜냐하면이중목적어가되잖아요그래서喝咖啡上瘾喝咖啡成瘾이렇게喝咖啡를소주어로써주셔야합니다내주위의동료들을예로들어보면쥐하고동시를바로이으신분이있었어요그럼좀듣기가불편합니다쥐로나온다면예라는단어하고같이가죠举个例子说举个例子来说이렇게세트로가고요동료를목적어로집어넣는다면나뭐뭐来说이렇게되죠나我周围的同事来说이렇게되고요举我周围的同事说그렇게는얘기하지않습니다举로가면举个例子来说나로가면나我周围的同事来说이렇게가지요라이는필수아니고요그다음에나뭐뭐라이쇼라고할때지우를종종쓰는데요여기에지우는멀리갈것도없이당장내근처만봐도뭐이런느낌이있습니다커피타다커피만들다동사들을좀볼까요대동사인농많이씁니다농카페이파오카페이차에도많이쓰는단어죠파오차총카페이이런말들을씁니다그러면미안하지만커피한잔타줄래요그럴수있겠죠请你帮我弄杯咖啡아니면네가탄커피가제일맛있다이럴수도있겠죠你泡的咖啡最好喝정시에퇴근하는사람이별로없어요여기정시는정해진시간그대로라는뜻이죠准点准时按时按点이런말들을써주시면되겠습니다퇴근하려면상사의눈치를봐야한다라는말이있었죠看颜色가눈치를보다입니다得看上司的颜色빈도는이쪽이훨씬많이쓰이지만이것도알아두시는게좋겠죠상사가눈치를줘요上司给我颜色看이구조는요给我饭吃의구조입니다上司给我颜色看커피를의존할수밖에없다뭐뭐할수밖에없다뭐뭐하는방법밖에없다왠지메이빤파를쓰고싶어요근데메이빤파는상당히주의해야되는단어라고했습니다바로엮어서읽으면요이거할방법이없는겁니다그럴수가없는거죠메이빤파취그러면갈방법이없는거예요메이빤파이라이카페이이렇게바로읽어버리면커피를의존할방법이없다그러니까커피를의지할수없다가돼버리죠메이빤파를쓰신다면문장을좀끊어주고두문장이라는것이좀느껴지게지요뭐이런말들을좀넣어주시면더좋습니다메이빤파어쩔수가없어요타먼지오이라이카페이러그래서그들은커피를의지하게되죠이렇게두문장을만들면메이빤파를쓰실수있는데우리는한문장을만들어서쓰고싶은거잖아요그럴경우에는只能不得不를써주셔야할수밖에없다가처리됩니다只能依赖咖啡不得不依赖咖啡한군데에모여서조금내려가다보면건물아래에모여서같은구조의두문장이나왔습니다우선한군데에모여서해보겠습니다이치장소명사있는거아시지요聚集在一起聚在一起장소명사이니까장소랑바꿀수있습니다聚集在一个地方聚在一个地方물론장소를앞으로뽑을수도있겠죠在一个地方聚集着그러면건물아래는
여기에 건물 아래로 바꿔 넣으시면 됩니다. 주의지在楼下. 소비 빈도가 제일 높은 것은 A가 아니고 B이다. 不是 A, 而是 B 구조를 쓰시면 되겠죠. 한국人 매주 소비 빈도가 제일 높은 不是 白菜, 而是 카페. 그런데요, 어떻게 말할 수도 있냐면 소비 빈도가 제일 높은 것은 커피다. 배추가 아니고 이렇게 할 수도 있겠죠. 그렇다면 是 B, 而非 A 이 구조가 있었습니다. 한국人 매주 소비 빈도가 제일 높은 是 카페, 而非 白菜. 한국 이야기만 나오면 提起, 提到, 说起, 说到 이런 말들을 쓸 수 있다고 했습니다. 이提到 한국. 본문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한국 국내 最大的 就业 网站 最新的 调查 显示 有 38.5%的 上班族 依赖 含有 카페인 的 饮料 평균 매일喝 3.2杯 카페. 한국 국내 최대의 취업 사이트가 최근에 한 조사에서는 이하의 사실을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 38.5%의 직장인들이, 여우는 불특정 주어 앞에 오는 단어이지요. 특별히 이렇게 숫자 나올 경우 꽤 자주 이 여우를 써줍니다. 카페인이 함유되어 있는 음료에 의존을 합니다. 평균 매일 3.2잔의 커피를 마십니다. 많이 중요한 얘기는 아니지만 늘 하고 싶은 이야기가 있는데요. 카페 발음이요. 중국 사람들이 카페이로 읽으니까 우리도 중국어를 할 때는 카페이로 읽는 게 좋을 것 같습니다. 자꾸 카페이로 읽는 분들이 있으세요. 카페 때문에 그런 것 같은데요. 중국어를 할 때는 카페이라고 읽는 게 듣기 좋은 것 같습니다. 동시, 이와 동시에 타문 매일 하이회 평균 상왕 4个小时. 이와 동시에 그들은 매일 또 평균 4시간씩 인터넷을 해요. 한국 상반주 确实 허카페이 成인. 한국 직장인들은 확실히 커피 마시는 것이 중독이 되었습니다. 先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 우선 멀리 갈 것도 없이 바로 내 주위의 동료들만 가지고 봐도 大部分人一早到公司后第一件事情就是. 대부분의 사람들이 아침에 회사에 오자마자 첫 번째로 하는 일이 바로 到茶水间泡咖啡. 휴게실에 가서 커피를 만드는 것입니다. 한국白领如此依赖咖啡主要因为繁重的工作和业绩压力导致的. 한국 화이트 칼라가 이렇게 커피에 의존하는 것은 주로 과중한 업무와 실적에 대한 스트레스가 초래한 것입니다. 在韩国准点下班的人很少. 한국에서는 정시에 제시간에 퇴근하는 사람이 매우 적습니다. 一般职员都得看上司的眼色. 领导不下班，下司不敢先走. 이 부분은 두 가지로 읽을 수 있는데요. 一般职员 이렇게 읽으면 일반적인 직원, 그러니까 보통 직원, 높지 않은 직원이 되고요. 일반 여기서 띄면 일반적으로 일반来说 이렇게 되는 거죠. 저더러 고르라고 한다면 여기서 살짝 띄어주는 것을 고르겠습니다만 둘 다 상관은 없습니다. 일반적으로 직원들은 윗사람의 눈치를 봐야 합니다. 윗사람이 퇴근을 하지 않는다면 아랫사람은 감히 먼저 갈 수는 없어요. 당연히 문맥상 보통 직원들은, 높지 않은 직원들은 이렇게 해석할 수도 있습니다. 동시 和其他国家相比, 한국企业加班现象较为严重，公司内部竞争也比较大. 이와 동시에 다른 나라들과 비교해 봤을 때 한국 기업들은 야근 현상이 비교적 심각하고 회사 내부의 경쟁도 비교적 심한 편입니다. 要想保持一天的状态，这些职员不得不依赖咖啡. 이 말이 너무 재밌죠? 崩溃하지 않고 하루를 제정신으로 지내려면 이라는 뜻입니다. 그러니까 이런 말은 우리가 만들어내지는 못하는 것 같아요. 외워두시면 좋을 것 같습니다. 멀쩡한 정신으로 하루를 살려면 이런 직원들은 할 수 없이 커피에 의존하는 수밖에 없습니다.
另外，同事之间聚在一起喝咖啡是韩国白领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이밖에동료들간에한군데모여서커피를마시는것은한국화이트칼라간의감정을교류하는일종의방식입니다。在韩国办公楼聚集的地方，经常会看到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一群人聚集在楼下，边喝着咖啡边抽着烟聊天的情景。한국에서는오피스빌딩들이밀집되어있는곳이라면종종이런광경을볼수있습니다。하얀셔츠를입고넥타이를맨한무리의사람들이건물아래모여서커피를마시면서담배를피우면서이야기를하고있는광경을요。这也是多年来韩国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职场文化。이건역시여러해동안한국사회에서자연스럽게형성된일종의직장문화입니다。一提到韩国，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起泡菜。한국이야기가나온다면모두들아마도제일먼저김치를떠올리게될텐데요。不过根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하지만한국의농림수산식품부가발표한한조사에서보여주기로는韩国人每周消费频率最高的不是白菜而是咖啡。한국사람들이매주제일자주제일빈번하게소비하는것은배추가아니고커피라고합니다。除了咖啡，韩国白领对网络的上瘾程度也比较高。커피말고도소유격의더가생략되어있는구조이죠。인터넷에대한한국화이트칼라의중독정도역시비교적심한편입니다。韩国白领通过社交网络搜索和游戏等方式缓解工作压力，同时解除孤独感。오늘해석하실때통고를여기까지만거신분이조금있었는데요，문장부호유의하면서보셔야되겠죠。옆으로찍찍는쉼표가있었으니까병렬입니다。자세히보면 A, B 그리고 C 눈에보여요。해석을여기서끊으면안되겠지요。통고어는당연히방식에가서걸립니다。A, B, C 등의방식을통하여여기서한번끊어지는거지요。한국화이트칼라는 SNS, 검색그리고오락등의방식을통해서일로인한스트레스를누그러뜨리고동시에고독감을해소합니다。而过长的上网时间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副作用。하지만지나치게긴인터넷시간은또한경시할수없는무시할수없는그런부작용들도가지고왔습니다。比如业务集中力下降、体力和免疫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以及性格变得敏感等，就是它典型的症状。예를들어서업무집중력이떨어진다든지체력이나면역력이저하된다든지기억력이감퇴된다든지하는것들과성격이민감하게변하는것이런것등이그부작용의전형적인증상입니다。韩国国内最大的就业网站最新的调查显示，有 38.5% 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 3.2 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白领如此依赖咖啡呢，主要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业绩压力导致的。在韩国呢，准点下班的人很少，一般职员呢都得看上司的眼色，领导不下班呢，下属呢也不敢先走。同时呢，和其他国家相比，韩国企业加班现象较为严重，公司内部呢竞争也比较大，所以要想保持一天的状态呢，这些职员不得不依赖咖啡。另外呢，同事之间聚在一起喝咖啡呢，是韩国白领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在韩国呢，办公楼聚集的地方经常会看到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一群人聚集在楼下呢，边喝着咖啡边抽着烟聊天的情景，这也是多年来韩国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职场文化。
一提到韩国呢，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起泡菜。不过呢，根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韩国人每周消费频率最高的不是白菜，而是咖啡。除了咖啡呢，韩国白领对网络的上瘾程度也比较高。韩国白领们呢，通过社交网络、搜索和游戏等方式呢，缓解工作压力，同时呢，解除孤独感。而过长的上网时间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副作用，比如业务集中力下降、体力和免疫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以及性格变得敏感等，就是它典型的症状。韩国国内最大的就业网站最新的调查显示，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白领如此依赖咖啡呢，主要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业绩压力导致的。在韩国呢，准点下班的人很少，一般职员呢都得看上司的眼色，领导不下班呢，下属呢也不敢先走。同时呢，和其他国家相比，韩国企业加班现象较为严重，公司内部呢竞争也比较大，所以要想保持一天的状态呢，这些职员不得不依赖咖啡。另外呢，同事之间聚在一起喝咖啡呢，是韩国白领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在韩国呢，办公楼聚集的地方经常会看到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一群人聚集在楼下呢，边喝着咖啡边抽着烟聊天的情景，这也是多年来韩国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职场文化。一提到韩国呢，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起泡菜。不过呢，根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韩国人每周消费频率最高的不是白菜，而是咖啡。除了咖啡呢，韩国白领对网络的上瘾程度也比较高。韩国白领们呢，通过社交网络、搜索和游戏等方式呢，缓解工作压力，同时呢，解除孤独感。而过长的上网时间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副作用，比如业务集中力下降、体力和免疫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以及性格变得敏感等，就是它典型的症状。是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是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是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是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是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是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是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是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是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是有38.5%的上班族依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平均每天呢是喝3.2杯咖啡，同时他们每天还会平均上网4个小时。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
韩国上班族呢确实喝咖啡成瘾，就拿我周围的同事来说吧，大部分人呢一早到公司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茶水间泡咖啡。韩国白领如此依赖咖啡呢，主要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业绩压力导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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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同事之间聚在一起喝咖啡呢，是韩国白领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同事之间聚在一起喝咖啡呢，是韩国白领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一提到韩国呢，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起泡菜啊。韩国人每周消费频率最高的不是白菜，而是咖啡。韩国人每周消费频率最高的不是白菜，而是咖啡。